崔可夫的第六十二集团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即将到来的厂区大战中，他手下的师级编制本应该有一万零五百人，但实际上平均只有三千人能够参加战斗。他大约有四十辆坦克可以用于工厂防御，而且几乎都是轻型坦克。依靠增援部队，保卢斯准备进入他希望是斯大林格勒攻城战的最后阶段。第五十一军再次成为主攻力量。 德军计划向东北方向进攻，穿过拖拉机厂村进入厂区，一直打到马切特卡河和伏尔加河。德军于十月十四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开始进攻，到下午早些时候，德军已经深入拖拉机厂区。战斗持续了整夜，到十五日下午晚些时候，德军完全占领了厂区。<music> 十月十五日傍晚，保卢斯命令塞德利茨重新集结他的部队，并在第二天向南进攻巴黎卡迪工厂。十月十六日早八点，第五十一军在巴黎卡迪工厂区开始进攻。一开始，占据有利地形并隐蔽良好的苏联坦克一度阻止了德军的进攻。然而，到下午四点，德军的装甲部队摧毁了大部分苏联坦克，并推进到巴黎卡迪工厂的北端。 North of Factory Barricade the End。夜幕降临时，巴里卡迪的工厂几乎有一半在塞德利茨手中。德军于次日继续进攻，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德国人慢慢地清除了巴里卡迪厂区的苏军抵抗。塞德利茨计划发动新的进攻，但大雨减缓了德军物资的流动，并在接下来的四天里让德军无法发动新的袭击。 在这段时间里，保卢斯得到了一个新的可以用来进攻的增援师，并弥补他其他师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当苏第六十二集团军继续将德军拖入斯大林格勒的泥潭中时，苏维埃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天王星”行动，一个巨大的双重包围圈，旨在困住并彻底摧毁在斯大林格勒苦战的德第六集团军。保卢斯于十月二十三日再次发动对工厂区的进攻。 然而，德军一个师在巴黎卡迪南部建筑群的战斗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红十月工厂区，塞德利斯的增援部队一开始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德军继续向这两家工厂猛攻，他们几乎攻下了巴黎卡迪的所有建筑，但始终无法清除苏军在该区南部和东部的抵抗。 德军在红事业工厂也几乎攻下了全部地区，但他们无法占领苏军坚守的马丁诺夫斯基大型商店。在接下来的八天里，由于双方都缺乏战斗人员，围绕工厂区的战斗规模一直很小。随后，在十一月三日，威克斯和保卢斯开始准备一项名为“狩猎神”的新行动。 德军第六军的指挥官意识到，他现有的部队无法进行更多的大规模进攻。德军决定从 B 集团军群的其他单位引进攻击先锋营，以加强第六军对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次进攻。狩猎神行动于11月11日凌晨3点40分开始。尽管德军能够占领巴里卡迪工厂附近的巨大政委楼，并杀到伏尔加河，但他们始终无法消灭崔克夫坚守自己阵地的剩余部队。 brimley their home enclaves to。到十一月十八日，德军进攻依然收效甚微。这是德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次推进。随后，苏军的“天王星”行动迫使第六军彻底由攻转守。九月份的时候，当德军还在向东推进时，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 获得了斯大林对天王星行动的批准。该计划要求沃罗涅日方面军在随拉菲莫维奇和克列斯卡亚桥头堡地区秘密集结强大的主力军，然后攻击德第六军和第四装甲军的后方。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苏联重新组织了他们的军队。原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迎来了一名新的指挥官，并被重新命名为顿河方面军，而东南方面军则成为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仍由叶廖缅科指挥，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集结兵力，向斯大林格勒以南的萨尔帕湖地区发起进攻。这些部队将向西北方向挺进，与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对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南北夹击，德军完全被蒙在了鼓里。军事障眼法和选择一个出其不意的方向或时间发动进攻，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出其不意会延迟敌人的反应，超压和混淆敌人的指挥和控制，促成心理震撼，降低敌人防御的连贯性。德第六军侧翼的罗马尼亚第三和第四军力量薄弱，训练不足。苏军如果能迅速将其消灭，就能在萨林格勒附近和城中对轴心国军队形成包围。美国陆军理论将这种调兵形式描述为一种双面包抄。 当一支部队失去了他的机动自由，因为另一支部队能够通过控制所有的地面通信和增援线来孤立他时，双面包抄就变成了包围行动。在天王星行动中，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三支方面军，麾下有七十万士兵和一千四百辆坦克。随着他所有的部队终于在十一月十九日早七点二十分到位以后，天王星行动开始了。 苏联炮兵开始对轴心国阵地进行八十分钟的密集轰炸，然后西南和顿河方面军沿着斯大林格勒北部和西北部三百公里的区域发动了进攻。苏西南方面军的第一近卫军沿着意大利第八军在北部的军事线发动进攻，将其隔离开来。在中部，苏联第五坦克军攻打罗马尼亚第三军的北翼。 西南方面军的主力第二十一军负责攻打罗马尼亚第三军的南翼。苏军选择进攻罗马尼亚阵地，是因为罗马尼亚军队缺乏训练、装备落后，而且防御地形恶劣。由于寡不敌众，罗马尼亚军的防御迅速崩溃。中午，苏联第二十一军取得突破，开始向德第六军的后方和卡拉奇挺进。 指挥官的果断行动可以避免敌人的强势力量。在那里，敌人火力和障碍的影响是最大的。从十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苏联顿河方面军遇到了防守牢固、更加训练有素的德国第六军的顽强抵抗，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德国 B 集团军群开始意识到苏西南方面军第二十一军的进攻才是真正的威胁，于是指挥第四十八装甲军向被包围的地区挺进。然而，装甲部队的反击失败了。罗马尼亚第三军的四万名士兵被前进的苏军包围。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军队坚持战斗，只有少数士兵突围并回到自己的战线一方。 十一月二十日，苏联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进攻。在南部，第五十一军迅速突破罗马尼亚第四军的左翼，威胁罗马尼亚军队的后方。在中部，苏联第五十七军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为了加快前进速度，苏军指挥官动用了他的预备役坦克部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军仍然能够减缓苏军的挺进。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三杠九零杠一指导指挥官利用预备役部队来乘胜进攻，击败敌人的反击，或恢复一度停滞不前的进攻势头。苏联第五十七军试图乘胜追击，然而德国第二十九摩托化师减缓了苏军的推进。苏联第五坦克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向卡拉奇挺进，并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六时占领了该地的桥梁。 苏第一近卫军随后向西南方转向，前往齐尔河渡口。而第二十一军的其余部队作为垂针战术的铁针部分，在保卢斯的德第六军以西形成了一支阻挡防线。